我就要替姑姑杀了你。你不要再拉近这种胭脂气味的。他到底是谁？是冯若琪，你的姐姐。邱子良现在摆明让你们姐妹相憎，你说的越晚，若琳知道后就会越痛苦。现在告诉他，他也不会信。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手上沾了鲜血之人。恒安王室满门忠烈，绝没有像我这样的罪人。你是想问我胭脂的事情？胭脂的事情我自会查清楚。你帮我转告陛下，我程若云永远是他的直接人。现在我要为我祖父平反，我需要你，需要整个紫衣军。